泡沫箱的太阳花被我拔光了，准备种上一些耐寒的品种。首选就是鼻息好养的石竹，夏天40度晒不坏，冬天零下20度也冻不坏。用普通田引土种，它也会发芽，不施肥也会开花，开花后会结种子，种子无论掉到哪里都可以开出一片漂亮的花海。